假装疾病，把门口那个看守的土匪引来。你和弗莱把他摁倒在地，我们就可以出去了。外面院子里还有那么多土匪呢。你们先找地方躲起来，我弄些动静出来，把他们引开，然后你们趁乱逃跑。哎，耀莹也是我引的，你带他们逃。干嘛？必须是我。 是啊，你的水烟，我说怎么找不着你呢？啊，我刚从大当家那拿的酒，咱俩喝两口。哎，兄弟，来，喝两口。哎，听到没有？好像又多了一个。哎，让你那俩一起上。啊？开始吧。 闹什么闹？有人快死了！快死了！你看，你看，那是带着。快进来！快进来！要不把他拖出来，不然叫的所有人没法睡觉。快进来！人呢？快看看！来来来来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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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，站住！对不住了。 姐姐，你不认得我了？我是二虎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二虎，对，是我姐姐。你昨天在威虎堂我就认出你来了，但是那会儿我不敢动，一直在找机会。现在好多人都睡着了，山寨大门的钥匙我也拿到手了，我们跑吧。好，走，快走，别愣着了，快！ 这边，这边。来来来，拿了，拿了。我们这一票本来就是为了杀人，不是求财。牛哥，为何不一刀砍了那寡妇？就是啊。哎，哈三川在那看着，咱们要死票，怕是不容易。是啊。 老六上次贸然撕票，那不是被剁了手指吗？哎，可怜了我这手指了。还没有三兽帮这个旗号的时候，我就跟着受割了。可那韩三春居然……你瞧瞧，好了好了，以前的事咱不提，喝酒。哎，喝酒喝酒，来来来，喝酒。来来来。 行行，这等一会儿，走来我来。这有半个时辰，他们就要换岗了，然后我们就过去。这酒啊是好酒，可惜他没女人啊。哎，刘哥，现在下面不是有个女人吗？就是啊，对呀，那个丫头啊。大哥，韩三春可是定了规矩啊，不准奸淫药。什么狗屁规矩？我们是土匪，不是在当兵。哼，是啊。 准他老这牵红，就不准大哥找闺女。这是什么道理？啊，什么狗屁规矩？我们是土匪，不是在当兵。哼，是啊，准他老这牵红，就不准大哥找闺女。这是什么道理？啊，老六上次贸然撕票，那不是被剁了手指吗？就是啊，那个丫头啊。大哥，韩三春可是定了规矩啊，不准奸淫药。什么狗屁规矩？我们是土匪，不是在当兵。哼，是啊，准他老这牵红，就不准大哥找闺女。老七，下来吧。哎，我说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老子早困了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行了，你歇着去吧。走。
口一共有四个人，我先过去，把他们招呼到一起，然后你们从后边把他们制住。没问题。那边就是马厩，你们牵了马出来，我们就一起跑。好。行，那我先去了。人都跑哪儿去了？今天晚上谁值更啊？就我们这边。哦，土蛋啊！来来来来，都过来。大当家有个口令，让我传给你们。口令？什么口令？大当家说，快去牵马，快牵马，牵马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怎么会这样？被发现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投降吧。